중국이 한국에 대한 무비자 정책을 발표했는데요. 이어서 지난 22일에는 거류기간을 15일에서 30일로 연장했습니다. 많은 분들이 상하이, 항저우, 장자제 등 여러 관광지에 대해 익히 들어보셨을 텐데요. 하지만 막상 어디를 가야 좋을지 고민하시는 분들도 많이 계실 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저희 월간 중국이 중국인 분들에게 직접 물어보았습니다. 新疆、宁夏、甘肃、内蒙、山西、沈阳、河北、湖北，这两个城市。一到两天，外国人从来没来过我们这儿，首先进重庆，比如说上海。我觉得上海还挺适合的吧，比如说外滩，它会有非常城市的景色，很金碧辉煌，然后很适合展示一下我们中国的现代化的形象，适合年轻一点的外国人啊，毕竟上海它会有很多的新潮的东西。 我推荐外国人去青岛，比如浙江，去我都去，我朋友一个他们是沿海，嗯，蛮喜欢的，而且很适合那种比较舒适的。我觉得青岛就是挺适合去的，这个江可能就是中国古风吧，就是那种穿汉服很热的江，很累的，然后去那种拍照，一般特别比较适合。江苏南京还可以，还是蛮适合的。就比方说江苏一般就是一个旅游大省，然后南京、苏州、徐州，还有扬州，还是可以去的。 蛮多人知道了，就是那个音乐台，还有一些是梧桐大道，还有就是我们可能网上所传的什么去一次广三年的自行寺旁边就是玄武湖，然后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这三到五天了，我建议他们成都城区这两个地方一块去，不能说所有景点都看过，但是应该能感受到成都和重庆的那个城市的文化。重庆也可以，两个地方推荐我们互相重庆，重庆首先它是一个极现代与传统气息为一体的城市，然后它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奇特色气息的一个城市。滑梯啊，就重庆那些，然后包括那个钻。 楼的那个地铁啊，然后还有就是山城的上上下下坐坐出租啊，这些，然后吃吃火锅，然后去成都的话就是看看大熊猫，然后什么宽窄巷子，然后还有就是丽景机会的话，就不知道他们敢不敢兴趣，武侯祠，还有就是青城山，他们都可以去看看。前不久那个易烊千玺那个什么电影叫什么来着？那在韩国也是有上映嘛，然后他们那因为是在从重庆取景的，那么我觉得这也是对于韩国游客来说是一个吸引点吧。 一个电影取景地的城市等于景。我会推荐那个往西的桂林那里，好吧？山西水秀，而且游客相对而言也比较少，那里会像一个逼。人也比较好，可能非常推荐去哪都挺多去的。我记得上次朋友在我家的时候呢，去路边摊买香蕉吧，然后是10块钱，还是将近1大袋很多。山西呢有很多非常好的古迹、非常好的风景的这个旅游地方，比如平遥啊，太原还有晋祠啊，还有什么山西的大同啊，非常非常多的。 如果想到了好多好吃的，就是其实各个地方都有它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北京肯定首选的就是吃北京烤鸭，然后就吃平价一点的四季民族就可以，我觉得挺好吃的。关于吃的话，就是南方地区除了江浙沪，就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做法偏甜，然后可能两广地区有自己独特的这个一面的以外，其他的地区可能从湖南到湖北到江西、云南，然后四川这些地方都是偏辣的。如果吃不了辣的，去那儿一定要挑着吃。 啊，或者说可以浅尝一下一些特色菜，然后往北方走呢，就是少点菜，因为北方菜量比较大，沿海地区就吃海鲜，那么多的菜系，它能流传千百年，一定有它的道理，所以你去哪儿的话，一定要尝，就是吃它当地的特色。小笼包，比如说，我在上海吃过一个最细，但是好像是属于南方的美食，但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南京的话，就是盐水鸭，还有什么鸭血粉丝汤，还是可以尝一下，偏甜一点，它的糕点是比较多的。 从我身边韩国朋友经历来说，我觉得重庆的饮食应该是比较对韩国人的胃口的，特别是韩国人他们喜欢吃一些各种比较辣味的食物。然后我觉得重庆也是一个以辣为饮食为闻名的一个城市，所以我觉得包括火锅和重庆香，就是说重庆特色的烤鱼和烧烤，都是可以说对韩国人来说是非常好吃的食物。对，重庆的辣里面那种香辛啊，就有点比较重的那种辣味，有一些心理准备。然后再一个的话，我觉得是单纯从辣味上面讲的话，感觉。 可能韩国的辣还要更猛一点吧，重庆的可能更多是辣的一个辣味和香味这样的结合，就让他觉得大家可以不用太过恐，不用太过害怕，就是还是很好吃。重庆的话就是随便找一家苍蝇馆去吃它的重庆小面，和在大城市，包括那个就是重庆牛肉面都不太一样。二城市5块钱一碗，这么大块的牛肉，9大块，4块，主要是各种各类的粉，比如说有南宁的老友粉，你可以加那些调料也不加。山西的面食那种，但是那中国最好的刀削面呐、啊，什么拉面呐、啊，还有什么各种荞麦面呐、啊，什么各种各种面食吧。